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第十六号周伯仲先生《Oh My God》开心咖啡，国语的吗？是啊，张学友的吗？对，好好来，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、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，谢谢。你好，来掌声欢迎。我真正会哭的说不出话，每次都一个人才知道知道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。已经在那方播放些长夜的难有变化，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，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。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，冷的时候心乱如麻，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，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。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，甜的时候只想心茶，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，人怎么会如此